有一位崇洋媚外的女朋友，干嘛呢？到底是种什么体验？天哪，连牛排都不会切吗？啊？切啥呀？咋切不都行吗？用勺子顶住。这不是叉子吗？顶用叉子顶住，转过来顶。这么顶啊？然后叉子那用刀侧一点。哎呀，行了，别磨叽了，别整那崇洋媚外了，咋吃不是吃？你个土包子！谁土包子？你净拿破布。人家牛排你都不会切啊，人家教你就学，你就学呗，那你直接生吃得了吧。崇洋媚外吗？能来吃就不错了，拿拿。这天约个会都不会切牛排，切不切那脑袋这破玩意儿，这整的崇洋媚外这是。晚上上中餐厅吃掉，吃火锅，吃火锅去不去？个手抓呀！吃火锅去不去？不比这强吗？徒手抓什么玩意儿？这的，他吃的都行，也没吃了，干吃。不吃了。还整个玩意儿，天天还整个，我不会切牛排，切切切切，你个头切。切水果，水果切。哎呀，啥样啊？气死我了！笑话我不会切牛排，一个小五线城市装什么？我们一个小辽源。你们小辽源被称为大上海的小上海的，咱们小辽源被称为东北小上海。对啊，现在也老好了，现在也欢乐会冰雪节。所以说你不要给自己家人丢人嘛，出去了丢人，学学习。咋的，我切好了牛排都，我问你，我就把这来，我切好了你好给我切呀，笨呢。我切好了你给我钱呢？你好给我钱，我切不好你罚我款呢？咋你还上法院起诉我呀？一天打嘴闭了，别叭叭了。我打那老些官司差你一个，来，你就因为这事你告我呀。别叭叭了，我飞你一叉子。行，我说了，吃